在水里一练就是半天，有时觉得挺孤独。在国外比赛的时候特别想家，所以训练结束的时候就特别想给家里的爸爸妈妈打电话，听到他们在电话那边给我支持。我知道除了爸妈还有很多很多人在支持我，我不会让大家失望的。有你的节拍，我能游向更高的目标。我是孙杨，这是我的节拍。